这节新闻一开始，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基隆八斗子的渔港14号晚间9点多传出了火警，有一艘小型的近海渔船因为不明原因突然的起火燃烧，消防队获报之后赶紧到了现场灌救，所幸现场呢并没有人员的伤亡。详细状况连线给吴怡轩。是的，主播，画面中能看到呢，这艘停靠港边的小型近海渔船，船舱内是不断冒出烈焰，橘红色的火舌在里头不停闷烧，浓烟更是疯狂窜出，遮蔽了大半视线。消防队获报呢，是紧急出动三个分队到场抢救。事发在基隆八斗子渔港，14号晚间9点多，这艘渔船不明原因起火燃烧，火势获得控制后不再往外张牙舞爪，但船舱内火还在烧，消防员只能跳上甲板灭火。海面上浮满了灭火器的泡沫，事发当时的监视器画面也曝光，渔船货舱冒烟起火后，先是有人跑了出来，接着火越烧越大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大伙赶快拿出灭火器尝试灭火，却还是徒劳无功，只能够报警求援。我们八斗子渔港有船火的情况，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船舱已经全面燃烧，那我们确认现场没有人员受困，那我们也立刻进行抢救。所幸现场没有人员伤亡，火势也在半小时后获得控制，详细的起火原因还要再调查厘清。以上最新主播。在花莲自强外一间，有一名鲁姓受刑人，他回到金门去探亲，原本在13号晚间就应该要回到一间，好，但是人到了松山机场之后，本来是要搭火车回到花莲的，人却就此失联。警政署发布了通缉，14号下午，警方在汐止一间网咖抓到人，不过这已经是连续2天有受刑人脱逃了。身穿黑色帽 T 男子边讲电话边刷票进站，还刻意遮住脸部，行进间一度左顾右盼。原来他是花莲外一间一名受刑人，原本应该要返监报到，没想到就此失去联络。到晚上凌晨12点半，我们认为一直无法联系，我们立即通知他的家属。鲁姓受刑人放假返回金门探亲，原本13号晚上8点收假，但金门机场因浓雾班机延迟，他主动告知外一间会晚到，7点半飞抵松山机场，接下来会从南港搭普悠马252车次到花莲。但他买票进站后，不但没搭，反而搭上区间车在细科站下车，就此搞失踪。外一间联系不上，紧急通报地检署发布通缉，调阅监视器以及参考相关的情资，汐止地区的一家网咖发现他的行踪，将他逮捕归案。铁路警察展开追查，下午3点多在台铁细科站附近一家网咖发现他，当时他正起身去上厕所，当场被逮个正着。因为我们新北市要出示证件，然后开台嘛，然后刚才要证件的时候，他就是有愣一下。鲁姓受刑人犯下多起诈欺与窃盗前科，刑期剩不到一年，如今又铸下大错。为什么要逃？去网咖是还想要继续逃是不是？外一间连2天有受刑人脱逃，法务部宣称将积极修法防范，若再有受刑人爬灶，叫百姓如何心安？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北警方破获了一宗诈骗集团，是用保证投资股票获利吸引民众上当，已经骗走了上千万元。好，不过呢，这个嫌犯藏身在住商混合大楼，设置2道门，还有密码锁躲避追查，警方最后出动了震爆枪轰开大门，一举逮捕到7名的嫌犯。刑事局警方荷枪实弹，拿着震爆枪破门攻坚，小心哦，走开。2道门加密码锁，挡不住除暴特警队手上的霰弹枪，里头装着特制的破门子弹，3-2下就轰开了厚重的大门。黄铜警告，你这有手机啊，找死！干员全副武装冲入屋内，嫌犯通通被压制上铐。13号破获藏身在新北永和大楼的诈骗机房，但嫌犯趁机关机锁住电脑，企图掩盖证据。身上还有没有这个手机？我什么都没有。不要动。26岁陈姓主嫌创设赖群组，以投资保证获利，专挑菜篮族、退休民众，吸引被害人上钩。有人短时间投资200万，却血本无归。使用破门枪针对第二道的嫌犯所施设的木门来予以破门。有一名共犯呢，在门后来窥视的时候，遭到破门枪的气体给这个有点擦破皮。我们都是住户啊，这么紧张恐怖的画面，当然会吓到。帮我开2枪了。嫌犯租下诈骗机房，外头贴上反诈骗标语，看起来格外讽刺。警方早知大门难破，出动除暴特警队，连开2枪轰开大门，7名嫌犯通通落网，一举瓦解诈骗集团。
记者杨杰、鲁新采访报道。在台南的家里，有某一间公庙日前举办活动，结果当时主委的人员要进入入庙仪式的时候，却被副主委阻挡，好，双方爆发肢体冲突，整个场面一片混乱，互相推挤拉扯，司仪赶紧劝架，警方也加入协调，不过最后主委和儿子受伤，都要被依法送办。庙会活动热闹滚滚，没想到进行到一半，现场竟然爆发冲突。双方互相拉扯推挤，场面一片混乱，司仪也赶紧劝架，希望双方都能消消气。警方也出面阻挡，最后双方终于被拉开，但情绪都还是很激动，气到不行。事情发生在台南家里某间公庙举办三天绕境活动，结果过程中却爆发冲突。据了解，原因是杨姓主委当时准备入庙仪式，没想到却遭黄姓副主委疑似故意阻挡，双方爆发肢体冲突，场面超级混乱。经查系庙方有功，杨姓主委与副主委平时双方互有芥蒂，为造成杨姓主委及其儿子受伤，本分局依法侦办。因为入庙仪式路线阻挡问题，双方竟然就大打出手，明明是为神明做事，却爆发冲突，想必神明也不乐见。记者赖冠章、陈珊珊台南采访报道。在新北市板桥区南雅南路一段上，看见有辆拖吊车正在拖掉一辆违停的黑色休旅车。好，工作人员呢也在违规车的后方执行工作。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的话，就会发现该拖吊车的车牌号码正好就是881。好，让他笑说真的是嘲讽的号码。网友看到这也纷纷留言，这个车号真的是有够呛的，杀伤力不大，但是侮辱性很强。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愚帮你来打折。